看看啊，来，嘿，看看。我叫潘周，来自红果消防救援站，也是康康的第一任训导员。我听说康康要退休了，有人帮助他去寻找新的家庭。听说这个消息以后，我就马上打报告向领导申请，今天赶过来参加他的退休仪式，正好赶上他的最后一次搜救训练。坐。卢江同志，训导员潘周携选康康，请求参加废墟搜救。同意。去搜。来，去搜。去搜。像以前这种废墟训练的话，它是以前是很轻松的，不是像现在这么那个比较喘气啊，或者是很累的那种。考虑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训练，有任何困难，我和康康都会一起克服它，帮他圆满的完成这最后一次训练。好，好，哎呀。对了，哈哈。通过今天的训练情况来看，康康由于年纪比较大，在废墟搜救里面用了两次才搜到最后一个被困人员，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将会为康康举行一个退役仪式。